干别人，然后确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歌可能放在后面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后来就等啊等啊等，然后就等到了最后，果然又是最后，天哪！所以还是觉得瞬间压力感会增强很多吧，我觉得，今晚是季军总决赛的关键一战，听说龚爽也邀请到了多位民歌唱将，究竟他们有多么的厉害，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Hello， 民歌天后你好，哈哈哈。那个是这样，有一个小小的事情要请您来帮忙，就是我现在在录《春天花会开》这个节目，总决赛的前一期，我可能需要您到现场来为我助力，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天后能来为我助阵，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英语老师，保密，保密。大概过一下业界的好朋友，比方说金钟奖的金奖呀。Hello， 亲爱的，在忙什么呢？啊，太好了，太好了！青年歌唱家，张老师，我特别希望你能来，我的助力嘉宾又多了一个强兵悍将了，我好开心。民歌新谣，你来我太有信心了。超级男高音啊，杀进总决赛，搞定了，我们舞台上见。Yeah.
叫童博安，我爱唱民歌8年了。我叫张亚丽，我学唱民歌13年了。我叫高瑞祥，我喜欢民歌18年。我叫谭叶林，我也唱民歌19年了。我叫严新亮，我喜爱演唱民歌38年了。我叫胡玉凤，我热爱民歌42年了。我叫刘子熙，我才刚学习民歌1年。我叫龚爽，我唱民歌22年了。掌声送给龚爽，送给我们舞台上的各位民歌唱将。龚爽老师这一次声势浩大呀。我带人过来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龚爽老师好好来介绍一下邀请到的各位助理嘉宾。其实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最喜欢唱民歌的一些朋友，也有跟我很多年的好友，也有在本地长沙的叔叔阿姨、小朋友还有同学们，他们都是在各行各业不同年龄都是热爱唱民歌的人，所以今天能把这样的一群人请到舞台上跟我一起演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刚听到电话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老师。哎，对，是哪一位老师？高老师，就是你旁边那个高高的老师。啊，真的很高，高老师，高老师真的很高。大家好，我叫高瑞祥，来自于英雄城市武汉。我因为我很好奇的有一位，你身旁那位学1年的小朋友，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下自我介绍好不好？怎么称呼你啊？我叫刘子熙，我今年9岁了。那子熙学民歌学1年是跟谁学习的呀？跟我妈妈学的，我妈妈很崇拜龚爽阿姨。哦，所以妈妈今天没有来到台上，把女儿送过来了。刚刚龚爽打电话说请来了民歌天后，我很想听我们民歌天后聊一聊。我们的民歌天后就是胡玉凤阿姨，她是我们长沙的民歌天后，也是他们单位的民歌天后。来，我们请胡阿姨跟我们聊两句。我是雷佳老师的粉丝，我在他的雷佳老师粉丝群里面。实名认证了。然后我又圆了个梦，我非常喜欢龚爽老师的声音。我上一集看那个龚爽老师的水韵的时候，我和我们家先生就坐了那个第一排，我们两个人都站起来，非常感动。6首歌连唱，2个声部配合得非常好，谢谢谢谢。然后4月22号又回放了，我们全家，我发布，所有的朋友都观看这个节目，我又在家非常激动，非常震撼。我是一个业余歌手，我从小喜欢唱歌，但是最后我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我现在在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超声科的副教授。哇！我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跟你们推荐医术哈，但是我觉得我要跟你们推荐这个疗心的这个音乐。医生他只能治疗你的身体，但是艺术他可以疗心。